欢迎收看脑男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逃离系列啦。今天我们来逃离。这位先生，我在说话那一半的时候怎么跳出来的？我们来继续吧。来，我们来逃离学校啊！哈，这个呢的故事是跟我们说，这些学校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我们不想上课了，我们要逃学啊！哈 ，OK 吧，我们来想办法逃出去吧，嘿嘿。看来这款学校是 这款游戏是教坏小朋友啊！哎，这里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外面有绿色东西啊？OK， 哦，我们现在这里是被监视了，还是说这些学校是在绑架我们来到这些学校啊？难道这些学校有恐怖的事件发生了吗？应该是按这个吧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线，按这个啊，哦，开门了，走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开门，然后哦，这下面跳下去，哦，喂，怎么到了地下室啊 ？Oh my god， 快逃吧！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同伴把我们挖出来的地下室啊，我们快逃离这里吧！啊，来跳啊！哇，你们看这里还有一个骨头哎，难道这个地方又有巨人吗？太恐怖了！哈哈哈哈！哎，我们现在又回来的学校了，然后这里是哦。这也是刚才我看到的那个绿色的啊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触碰到了，我没事哎，哎，这也是刚才我哎，这也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绿色的东西啊，我给你们看，等一下啊，这里吧，你看，这也就是刚才我们在里面啊，学校里面啊 ，OK， 这个就是类似啊，防止我们学生逃出去的一个手段吧。为什么要利用这样那么恐怖的东西来防止学生逃出去啊？我只是想逃走，逃离这个学校而已啊，逃课啊啊，不行吗？啊，我要叛逆了，我要叛逆啊！上来，我们来逃出去。我现在，哇，这个学校还有保险箱哎，可以开吗？不行，要按密码吗？什么密码？刚才还说什么？要订阅他频道吗？什么啊？订阅频道可以找到密码？我不要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是又有监视器在看着我们呢，嘿，监视器，哈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门口锁着了，它什么锁着？哪有锁着？怎么进下去了？他要找东西吗？这里要寻找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是出路哎！不是吧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进不到？我进到了！不是吧？幸好有一个朋友帮我们开门了，耶！谢谢你哦。我们应该是来到冰箱里面吧？这应该是冰块吧？然后这个巨大的牛奶抬上去，跟着他吧。有人带路啊！有人带我们逃离学校啊！来逃课啊！这里跳，应该是不能触碰到这个机吧？来 ，OK， 可以，简单，这个三文字是吗？然后我要去哪里啊？等一下，不对路哦，好像会爬上去吗？哦，可以，我这可以触碰到的这个三文字是吗？这三文字吗？算了吧，我们来快速跳。可乐什么？这是可乐牛奶吗？还是什么鬼？不知道，不理了。这些冰箱里面的东西，什么东西都有可乐而已哦，怎么有绿色水啊？那么肮脏的吗？这里啊？然后这个是冰淇淋吗？我们快速的跳，然后再跳啊！等一下啊！不要紧张，我们不要紧张，来，我们慢慢前进。我们不要跳吧，我们不要一直死啊，一直死好像很浪费时间呢。我们慢慢前进吧。不过这样子好像感觉上不会进步嘞，算了吧。我们这里是透明的吗？怎么？我去动下吧。没事，是正常的。然后这是坏掉的鸡蛋啊。应该是自己跳吧。超级大鸡蛋壳啊，坏掉的鸡蛋。可是很奇怪的是，我现在要去哪里啊？这里吗？OK， 没问题，可以呀、这个学校又有魔法，
又有哦哦，等一下，哎哎哎啊，等一下，我想说这个游戏怎么那么多 bugs 啊，怎么一直会掉下去啊，干哈哈啊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应该是二楼吧，还是穿越到了异世界啊，又啊，我这个数字怎么跑出来了，哎，加减乘除是一这等于七，十七，怎么等于十七啊，啊算了吧，没有血，我们跳，我们继续吧，我们来逃学吧。哦，怎么有一大像大苹果啊，这里是又是异世界吗，哈哈哈哈，要死，哇这里好远哦，快快快快快快，然后有鸭子，鸭子闪闪啊，苹果哎闪，可以要到前面了，耶，太远了吧，它抓太高了，这个游戏太高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哇这里是哪里啊，这是篮那个篮篮球场吗，啊被岩浆侵入了，哈哈，来来来，我们现在要想办法逃离这学校啊，已经不是逃学了，这个游戏它已经是在逃离逃难了，哈哈哈啊，这逃学变成逃难了，这游戏啊！哎哎哎，跳往跳跳跳跳跳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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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，还行还行，不会太难。然后爬上去啊，然后我直接跳过去，快快快！我干，不是吧？要我一直跳？不要不要爬这样高啊！干，哎等一下，如果我们这里跳过去了，不行。我们不要作弊吧，你看我很想刚刚想从这里跳过去，我怕有隐形的墙壁啊，所以呢还是不要吧，我们还是乖乖的啊，走回正路，不要不要作弊啊就行了啊，作弊不好哦，作弊可以让你快速啊，不是不是啊啊，就是不要作弊啦啊，就是这样子啦啊，就这样子，来开关，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啊，哦这里跳过去，哎这不是作弊哦，这是叫快速前进啊，来要逃离了吗？还没有，哦，怎么？这什么啊？这最后一个 lockers 有一个秘密的通道吗？他说这些里面有秘密通道吗？一看就知道是这个啦！你看这个那么明显啊啊啊！就知道啦，那么明显，怎么不知道呢？我们来这里吧。然后这个粉红色是什么啊？是你的大便吗？啊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游戏怎么卡下了？啊？难道这在这一关的时候会比较卡吗？来，前进，前进。目前呢还蛮奇怪的，蛮奇怪的，逃学，逃到一半，穿越了，变成迷你人了。你看，哇，这比好大个哦。啊跳，可以触碰吗？跳，可以。哎，有电话嘞 ，iPhone 吗？这也是哪里啊，这个是休息室吗，怎么那么多这些玩具，这玩的东西啊，哈哈、哦、这个是跳这里吗，跳跳跳，还是这个故事这个游戏 它有两个结局啊，啊你走先这里吗，啊哦哦哦啊，我就穿越了，是你就穿越了，穿越哪一个哪一个地方啊，怎么一直穿越啊，对吗，怎么有打雷声音啊，呜呼呼呼呼呼呼呼，我果然没有猜错啊，这个学校被外星人侵入了，果然是有怪事情啊，我靠诶、欸、看哇图好晕哦，看下去我靠诶、欸、我们快点快点逃走啊，我们要拯救这个世界了，快逃啊啊啊啊啊，我差点掉下去。哦，别急别急，我又心急了，心急就做就一定失败了。来来来，啊，等一下等一下。OK， 应该不是要来这里吧？我应该是要逃走吧？不过这个是还蛮有趣的，这里，哈哈，还开门？哦，这陷阱啊，跳！哦，这陷阱好多，干！给我说完话先啊，干！哦，这个陷阱好像很。看很靠近哦，我跳过吗，我跳过吗，跳可以可以可以，哇这个陷阱好像有点难哦，有点难哦，跳啊，干，哇这里还做到好
好近哦，好像有蛮多嘞。我们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Yes， 我们成功了，嘿嘿。哎，我逃离的学校了吗？逃离的学校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逃离了吗？还是要前进啊？那这里呢？他说要利用那个车啊，哪里有车啊？这里哪里有车？车呢？这个吗？这是车吗？哦，哦真的是车哎、欸！哈哈哈哈！喂，还有哎、欸，还有不一样的车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。还有一辆车，我们看一下什么车？我们选车吧。我、哦、靠！哈哈哈！我们就选巴士吧，我来下巴士吧，怎样上巴士啊？这里。我们下巴士来 ，Let's go！ 哎，等一下，你要上车吗？你要上车吗，朋友？啊，他不要上我车哎，那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巴士，这个巴士，哎，等一下，朋友，哦，来来来，哎，走了 ，Let's go！ 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个巴士要悲气哦，这个、巴士怎么不会动啊？你看，我、哦、干，算了吧，好烂哦，这个、巴士。我们来上这个吧，这个车好像很牛哦。它后面还有写这个 Roblox， 我就上 Roblox。Roblox， 哎可以这样，哎这样好像，算了吧，我还是走路吧。太累。哎不行哎，到底要怎样啊？这关卡好奇怪哎。上车上车，好快快，我哦，我知道了啊，干，哦怎么，我知道了，你要加速啊，不然还会卡在中间啊，你一上车的时候就不能减速了，就要加速啊，哦明白明白了，然后现在呢，干我车坏了，要自己走路过去了啊，我的天哪 ，OK， 我只能说。这个很烂耶，他后面这里做到这个车的框框开始过后，太烂了吧，我怎么不能啊，算了吧，我们前进吧，啊没话说啊，哦这个是哪里啊，这是又去到了，哎这个是咦地下室，神秘地下室吗，我不啊干，哦这里是哪里啊，拿进去。啊！哦，哈哈哈哈！这里是终点呐、啊，看。OK， 这款游戏呢是逃离学校啊，就是逃课啊啊。然后呢，一开始是正常的，我们在逃学，结果呢，道路途中发生了奇怪事件呐、啊，应该是有外星人沉入了吧。然后呢，他做多下，我觉得是还不错吧。然后到后面呢，那个汽车下车那个关卡，我觉得好烂哦，真是很烂哦。OK 吧，这游戏就到这里结束了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 like 先出去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。如果想看更多 Roblox 影片或者其他的游戏的话，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。我们这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哎呀